有情人可真是美好啊，可惜你偏是他祁连和薛于英的女儿。齐元宝，这辈子你休想有一日安生。和怡轩姐姐出去玩都不带上我，当初在岐山门我可没少带你出去玩。我干嘛呢，丑八怪？长月，你干嘛？玉佩不在这儿。可是林蝶明明就在这儿闪烁。她最近生病了，所以出了问题。啊？